哎，木子，这个西装是你以前的还是现做的？这次有点性感是吗？没有，<笑>我一开始还以为驾驭不了这个色系。我觉得什么色系在你都不是问题，尤其是你这双绿袜子，那好配。我单身。这有人物小传啊？绿袜子有人物小传。 绿袜子是什么事儿啊？宋总是做棉袜生意的，上面有一只小老虎。因为这个戏里边的这个江总就是属虎的，所以袜子一直就是穿小老虎。我得天哪，我把这个先摘下来，知道吗？真的是，我不想跟他有一点关系。<笑> 但是那个袜子质量是好，它这么油，那个袜子都会滑下来，哇，太棒了！现在是油上加油啊！现在应该是柴米宋木子盐，哇，太棒了！柴米宋木子盐。<笑><笑>